老公，你在干嘛？没事，玩会儿游戏。为什么玩游戏？为什么不做饭？我饿了。一会儿做，一会儿做，马上就好了。我订的还没到呢。你订的？嗯呐。为什么不先点菜？为什么不先问我？你是不是坚持不下去了？365天不干了？哎呀，没有，因为那啥，我今天想吃麻辣小龙虾了，然后我就在外卖买了点虾。你确定你不是在外卖直接买了一份吗？不是啊，外卖的龙虾不好吃，没我做的好吃。我买的是活虾。那你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好的，马上。麻辣小龙虾来了。哎呀，啥时候买的这个围裙呀？好不好看？挺性感。哎，我本来想买那个比基尼的，拍着他那个不让我过审。我看看今天的菜。蒜香，这是蒜香的，这个是麻辣的，锅里还有一锅呢。今天让你实现小龙虾自由。哎呦呀，成色真好，哎、是不是、啊？真不愧是我家大厨。哎，我的最爱嘛，你等会儿还给你拿一点好东西。啥？不能喝酒，咱俩就喝点这个雪碧吧。那也行。这个小龙虾个还真挺大的。是吗？嗯。多少钱一斤？26一斤，一斤有10个左右吧，反正相当于2块钱一只的。反正脑袋是挺大。哎、可大了，那先给你来一个，哎呀，来个蒜香的。嗯，好吃啊。好吃吧？嗯。再给你来个麻辣的，哇，蒜味很足哎，就用这个蒜泥，烤生蚝绝对好吃。啊。怎么样，好吃不好吃？嗯，就问你比外边的怎么样？比外面的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哇，这个麻辣的，哎呀，这个味儿。不过我更喜欢蒜香的，因为你吃不了辣，我喜欢这个麻辣的，太好吃了。这小橙色，哎呀，这摆盘、嗯、这颜色是真好。是吧、嗯、这个蒜香的我把生抽当成老抽当成生抽了，要不然它应该是那个不是这么黑的。我完全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吧。好，来，快张嘴。你不吃两口吗？都给你吃，先给你喂饱了，然后我再吃这个钳子。不要，我自己学怎么扒吧。那行，那你学吧。那我就自己吃了。嗯，我吃辣的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个时候有点小酒就更好了。嗯，你喝雪碧啊？喝雪碧。哇，就是比外边的好吃，太好了。明天我还想再吃。没有资金了。嗯，有的。